每个人来我这边都这样讲啊，等他出包了以后，这边唧唧歪歪，胡说八道，嗯。笨蛋！我这是养了一群废物哎、欸，这种年度指标性的表演就是要过稽核，看猪是些大小张的啊，你们这样没有。朱姐，你真的没有说过啊？好，朱姐，我们现在马上送。现在怎么可能来得及啊？我还要演硬装箱，在今天下午3:05都不能 delay 送到冥王星世界文化基金会当作人手上哎、欸！你现在吵什么啊？你立刻把文件拿去送审。徐梦炫，你去问影店几点前文件送来，才来得及装订。求求你，这个案子真的很赶。按照规定，这个是3天前就要送来。你现在站在这边吹什么吹？哎，你们朱总底下人做事都像你这样是吧？对不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麻烦你审核。还有，你们这个预期成果的量化指标是谁定的、啊？会不会太夸张了、啊？按照先前操作案子经验评估，达成率超过80%。我听你在放屁，每个人来我这边都这样讲。啊，等到出包了以后，这边唧唧歪歪，胡说八道。嗯。啊！反正就是不会出事，就翻过。确认过，盖个章不就好了？玉林哥，大卫跟明晚找你讨论一下下个月去海南岛的行程，然后订了一间还不错的餐厅呢。然后想请问你，就是喜欢什么，可以先看一下。哦，可以先看一下的部分。对。哇，生蚝，生蚝，哎、欸，赞赞赞赞赞，这个我最喜欢的。哇，生鱼片 ，OMG 了，对，经典，经典，经典。哦，太好太好，哎、欸，那就明天晚上一起来，吃完我要送你回家。不好意思啊。OK 的 ，OK 的。谢谢。那这位太太怎么站在这里？喂，凡姐，那个营业店那边说12点之前一定要把资料拿过去，不然3点前你那个什么0.5秒都不能 delay 的张主任他是拿不到资料的。玉林哥，我拜托你，我确定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之前社畜公司都是这样送案子，2年都没有问题。怎么会这样呢？这种条件你们也能给？啊，算了啦，下不为例好不好？嗯，好。哎、欸，但是你们这个八折还是太高了，这个要低一点呢。哦。好不好？那这样啦，这个我写完这个签合意见啊，嗯，我再帮你送去给大卫。嗯。今天晚上，谢谢。那你下午，哎，承认，再来拿好不好？快了。